男粉丝有福利，隋唐大尺度牺牲演出新节目《来势汹汹》，新剧上映也同样香艳。隋唐和杨佑宁主演的偶像剧《爱的生存之道》上周在台北上映，收视平平，但却好评异常。在剧中，隋唐尺度全开，穿上黑色性感小裤裤，性感撩人中带着几分可爱，让一众男粉丝热血沸腾。的确有特别为了这场戏精心挑选小裤裤，因为觉得说他要上镜头，所以还是要让他漂亮一些。我就会觉得很心疼嘞，因为他那个裤子很高叉哎，要给人家看吗？这样子。不过众人透露，这还不算最大尺度，以后剧中还会有更加劲爆的场面，让隋唐一度羞到不行。没有穿那个正常的衣服，也没有穿小可爱，都没有，完全都是空的。我们就是感觉说啊，反正常常都露了，那我也没话说。乐翻天男小编喷血报道。